先谢谢我们赵旭法师的慈悲安排。然后这两天又看到赵旭法师比以前更热心、更热忱，懂得照顾别人，面面俱到。我想学佛就是要学这种热忱，这是我做不到的，我跟他学习。然后呢，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，今天是我的出家剃头日。那为什么要说呢？因为我们出家大部分呢，在台湾都是为了父母出家啊。那我因为我的生日是过两天就生日了，所以我就跟我师父说：“哎呀，我生日到了，是父有母难日，你就赶快让我出家啊，我才能够报父母恩，也希望我父母可以过得更快乐一点。”所以，当然后来我师父一听，他就说好，好以后，后来电话就来了，我太太就来哭了，所以我师父就离开了。这样，那后来我就自己剃头了。这样，所以他们这是，然后后来我，因为这个出家也是自己的事吧，在我的师公真华长老的正式帮我剃度，才成为一个出家人啊。所以出家，简单的说。那出离自私的家，所以也为了要出离轮回的家，所以我师父经常叫我穿这个衣服在街上走来走去。他说你走来走去，就让人家看到三宝的形象，就功德很大。就像各位手上一定要多带着念珠，因为你带着念珠，人家说哦，那是拜佛的，那是念佛的，这个就有功德。所以法会一开始，我想就像刚刚我们赵旭法师带着我们念佛，我们祈求三宝加持，祈求阿弥陀佛降临。那我们为什么要祈求阿弥陀佛乃至三宝降临呢？因为我们想要帮助众生。大乘佛教的重点呢，是为了帮助众生。就像很多人很喜欢念佛，念佛不是念给自己听啊，念佛是要转化我们的烦恼，念佛是要帮助那些孤魂野鬼离苦。所以我每次到欧美国家来，我就比较积极。为什么？因为欧美国家就我们这几个在念佛啊，95%不是念佛啊。所以我也经常去欧美的红牧区，去那边你会更认真念佛啊。希望他们往生以后能够升天，也能够有机会见到极乐世界。所以我想，就像我们的父母没有在念佛，我们做儿女的会多念好几辈给他们。那我想，在这种环境里面，你比较容易认真啊。所以我很喜欢去屠宰场啊、红牧区啊。这次去欧洲跑了很多集中营，我想在集中营里面，他导游会给你介绍那边的痛苦啊，等等等等，所以那种苦难，你会觉得更想要念佛。那面对苦难，会升起两种心态，第一个对自己就是出离心，就是哎呦，我不要那个苦，太痛苦了，第二个对别人、对其他生命，就希望他不要有那个苦，这个叫大悲心。所以学佛大概就是两个心态，对自己要有解脱生死的决心，然后面对到其他的生命，你会有升起大悲心。那为了升起大悲心，所以才发愿一定要成佛，这个叫菩提心。那为了要成佛，所以我们劝人家念佛，因为念佛容易成佛，所以这就是学佛的一个基本心态。我们再念一次，来，出离心、大悲心、菩提心，所以我想学佛没有深跟浅，就是说你如果抓到重点了就可以。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来合掌，来祈请佛菩萨降临。而且各位你要相信，我们祈请佛菩萨降临，请问佛菩萨会不会来啊？所以他叫佛菩萨，闻声救苦，不可思议。那合掌的时候也要想，因为很多外国人问我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要合掌？”我想这一只手代表佛，
圆满了。这只手代表地狱鬼道、畜生道、天道、人道那个轮回呢，所以我们要把佛的这种大悲智慧帮助受苦的众生，这叫合掌，哦，他就会觉得很好啊。这个合掌就是要以佛的这种圆满来帮助不圆满的受苦的众生。这只手代表智慧，也代表佛的菩提心，这只手代表对众生的慈悲啊。当我们很认真的祈求佛啊，来帮助众生，这个时候我们叫空性，空性无我，不自私。所以我们合掌的时候，就达到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合在一起。所以佛陀说，光合掌就有18种功德啊。所以以后各位照相啊，这样最美啊，照相来合掌。那有人还会中间打开，中间为什么中间打开？就代表空性莲花啊。那有些我们标准是这样，但是他们有时候在修法会有点打开，打开因为是在密宗里面，他强调的是空性啊，空性里面像一朵莲花。他呢无论如何就是用这些来表达我们的动机啊的心态。所以我们现在以这样的心态来祈请佛菩萨，来菩提心、大悲心、空性，一心祈请诸佛菩萨降临法会。南无常住十方佛，南无常住十方法，南无常住十方身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药师如来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诸尊菩萨摩诃萨。那请了佛菩萨以后还要请什么呢？就是护法善神啊。我们佛教有24、28护法善神，你要祈请他啊。所以来一心祈请佛教28护法善神加持法会，一心祈请加拿大地区所有善神、天主教上帝、圣母玛利亚、耶稣基督，加持众生。那各位这个也要，因为你要超度天主教、基督教，他喜欢看的不是我们，他喜欢看的是耶稣基督啊，圣母玛利亚。事实上，圣母玛利亚也是观音菩萨的化现啊。耶稣基督代表忍辱，承担众生苦；圣母玛利亚代表悲心，拥抱众生。我们要这样子来看啊，这样你就可以融合吧啊。所以来，愿护法善神引导六道有情、地狱道众生、恶鬼道众生、畜生道众生、人类有情、阿修罗有情、天道有情，脱离轮回，往生净土。愿诸佛菩萨加持我等累劫父母祖先，往生父母、七世父母、堕胎胎儿，过去所杀所吃、所伤害动物亡魂，造成身上病苦、冤亲债主众、孤魂众人，同享法会功德，离苦得乐。好，请放掌。那刚刚我念了那么多，这个叫空性。空呢，就是让我们跟诸佛菩萨连接在一起。空呢，就是知道了六道众生都做过我们的父母。空就是没有单独存在，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跟诸佛菩萨祈请诸佛菩萨承担众生苦。就像各位你在合掌拜佛的时候，前面是所有佛菩萨，后面是六道众生，肩上是爸爸妈妈，所以你为了爸爸妈妈以及冤亲债主六道众生，所以我们一起因祈请佛菩萨来加持。所以我们是受苦众生跟佛菩萨的连接点，这个很重要，合掌很重要啊。
所以我们一心念佛的时候，就能够把佛菩萨的力量帮助六道众生。因为大乘佛教最重视的一个心态，那叫菩提心啊。所以菩提心就是一种追求成佛啊，追求成佛，目的要帮助六道，包括一只蚂蚁，包括一个回教徒，包括一个天主教徒。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生命在受苦，这都是我们的责任。这个叫悲心，悲心不是讲在嘴巴，悲心是一种承担。就像现在加拿大到处有火灾，那个救火员很紧张啊，时时刻刻告诉我们不要随便起火，免得有火灾啊。所以这个世界，这个你讲三界如火灾，这个世界就像随时会有火灾一样啊，很痛苦的。然后那些救火员的责任，他一定要用尽办法灭火，他甚至眼睛都不合起来。所以我们佛教徒在敲木鱼，木鱼，木鱼，木鱼就是鱼的眼睛不会闭起来，闭起来就被吃掉啊。他要保持那个警觉性。所以我想念佛，很多人告诉我一心念佛就是什么都不要管，念阿弥陀佛，可以这么说，但是。一心念佛的意思就跟他一样，我们祈求阿弥陀佛、诸佛菩萨加持，我们想到地狱道、恶鬼道的苦，所以我们一心念佛，希望这些往生的父母、受苦的人、众生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，叫一心念佛，也为了要帮助这些受苦的众生，所以我们替他们供养佛，供养佛，所以我们在家里供花。供灯像前面这么庄严，等下要一人发一瓶水给各位供水佛经说一个人一天超过24小时没有供养三宝，犯菩萨戒，对不对？不可能，你妈妈在家你不叫她吃饭的就说你至少一定要每天24小时一次要去供养佛。那你要不方便点香点灯，那至少来水发一下供养水那经典有说了，经典有说，在佛前供一杯水，回向给孤魂野鬼，就有84000个孤魂野鬼可以升天。各位重不重啊？太重要了！你今天听我这样说，佛经说的，你不供水就不慈悲啊，对不对？在佛前供养一杯水，回向给那些人类吃掉的这些海鲜啊、龙虾，那。这些一年之内的海鲜龙虾就可以离苦了，因为水可以帮助他们。所以在佛前供养一杯水，可以消除等于念了100万遍的阿弥陀佛消业障的咒语，因为水可以洗业障。要发财吗？佛陀说，在佛前供一杯水，等于念了100万遍的发财咒，水代表财吧。所以各位每天能够的话，一定要在家里供水。但是我们华人有个习惯，三杯就好，他也不要多一杯，那太浪费了。要我一天供100万杯，为什么？因为华人想说戒定慧嘛，佛法僧三宝，有时候这个思想也对也错。但是如果按照佛经呢，它是供养8杯水或7杯水，水水香花灯土果，就按照金刚经这样但是佛后来又这样讲，所以各位。我们都有发一个愿，要成佛啊，这辈子要供什么？来10万杯水，供10万盏花，点10万盏灯，要来圆满这个功德。那我想各位在供水就容易了加拿大你点太多火，人家还骂你，供水没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有火灾，所以我们要多供水，对治吧。佛教里面一个地方为什么有火灾呢？有人类的心态暴躁，嗔恨心强就火嘛。为什么有水灾呢？贪欲贪嗔痴，贪招水，嗔招火，愚痴招风，傲慢招地震。所以事实上就是说，这个世界的好好坏坏，人心在影响的所以你的身体好跟坏，也跟你的心态有关系。所以我们叫医报随着正报转，所以医报就是你的身体，包括你的家庭啊、世界啊，是根据你的心态的。所以你念一下心清净，
身体好，心清净，众生清净，世界清净，万法唯心造。所以如何心清净？那叫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供花、供水。你就这清净不是没有心，清净不是什么都不想，我专心的抄经，我专心的供花，我专心的念经，就叫清净。就不会被世间的这些事情所干扰，叫清净。清净不是没有心，佛教讲空不是没有空，什么叫空？空是跟万事万物和谐。欣赏花，也懂得用花来供佛，用花来送人，但是不执着花，就叫清净。懂得使用钱，但是不要做钱的奴隶。叫清净。懂得使用感情，但是不被感情所困扰。在佛教里面要我们不执着，却善用一切，这个叫什么？来，莲花的心。什么叫莲花的心？来，一点都不执着，却充满了爱，那就 OK 了。你一执着，你就会骂，人家高兴就会痛苦。不执着，但是却充满了爱。就像我们看到这个花，好庄严，不执着的，但是这个花可以拿来供佛，让每个人看到庄严。你要长得漂亮吗？多供花，因为你供花在佛前，让别人看到庄严，以后你的外表就很庄严，而且你的居家如花园。想必各位来渥太华，过去是都供过花吧？所以你会居家如花园，前后有花园，个人的因缘吧，所以就是说，因为你在佛前供花，所以你相庄严，住家庄严，希望将来呢，净土庄严，对不对？莲花世界、极乐世界。所以讲到供花，供不一样的花有不一样的功德。供白色的花可以消病苦，供黄色的花可以增加发财呀，增加智慧呀。供粉红色的花可以有好家庭、好人缘、好气氛呢。供深色的花可以消病苦，所以希望爸爸妈妈健康，我们可以供养深色的花，希望它消除负面。所以不一样的颜色有不一样的表法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用这个花供佛，佛不需要花了，佛已经圆满了，你拿花也没用。但是因为是我们佛是我们的福田嘛。就像爸爸妈妈是我们的福田，各位记住，你拿1万块，你拿10万块给你儿子花，那叫讨债，还债，对不对？你还不如拿1000块给你爸爸妈妈供养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供养父母，那叫福田嘛。给儿子那是没办法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人就刚好颠倒，给儿女的多，给父母的少，那所以无论如何，你以后在供养的时候，你拿花替爸爸妈妈供养，所以经典说替父母供养，增加100万倍功德。所以你做功德的时候，你出10块钱用爸爸妈妈的名字去做功德，但是大部分呢用为儿子的名字做功德，那也可以的，还债嘛，至少他不会跟你要100万。还债嘛，那是真正的功德，是为父母，为，然后进一步最大的功德呢，为众生。为什么？念一下，众生都是过去父母，对，由父母而衍生为众生。所以我很喜欢背这句话，来，父母为首有情重。对，就是看到爸爸妈妈，然后呢，所有友情都像爸爸妈妈一样的对待他，父母为首，有情重。为他供花，为他拜佛，为他念佛，这样以后你就会有这个感恩的心，因为有感恩的心而希望父母快乐，这个叫慈心；因为有感恩的心，希望父母不要痛苦，叫悲心。那有这个慈心、悲心，你发愿，我一定要我父母离苦，我轮回来尽，这个叫愿力。你发了这个愿，那你就成为一个菩提心。所以当然这样讲不容易，所以各位你要每天都要练习。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手上拿一杯水，用这一杯水
水代表清净，因为在佛陀的时代，人们如果看到国王来，就会先给国王洗脚，再给国王洗脸，再给国王香啊、花啊、好吃的、啊、音乐。那后来有人就问佛陀说：“佛啊，哪一天你不在了，我们怎么供养你？”佛陀说：“你就以供养国王的方法来供养佛，就是现在的水水香花灯烛果。”那穷人就问：“那佛，那我们这些穷人什么都没有呢？”佛陀说：“水具足一切功德，你用八杯水就好了。那八杯水我们也代表什么呢？阿弥陀佛，八功德水，这个是最好的水。极乐世界叫八功德水啊，所以我们用水来供佛，佛加持就变成极乐世界八功德水。这个水给人家喝，这个水洒出去，哎呀，那个功德大不大？太大了。所以他们今天早上带我去游湖啊，我这个人不太观光的，观光会浪费时间，对不对？游湖要把那个水变成八功德水，希望水里面的众生，我们照旭法师来慈悲，师父，鬼屋，那边有个鬼屋，太好了，我最喜欢了，我就进去里面念了，念啊念啊，我说有鬼你才会念，知道吧？没鬼你就会打瞌睡，所以一定要有境界，然后就会比较认真一点。有，然后那个他们导游又解释，对不对？我那个桥上有一个总督夫人往生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要更为他念佛。所以希望今天我们大家在这边聚会，这个叫法会，所做的功德为整个渥太华的友情有利益，为整个渥太华的往生的动物亡魂。都能够有帮助，这个叫空性。什么叫空性？英文叫 connection，你必须要跟它连接，这叫母子关系。佛教的空性就是希望我们了解，今天加拿大政府也好，天气也好，种种的因缘，我们才可以活得很安详。所以要感谢这个世间的所有的一切，包括花草树木。所以念一下，感谢太阳。那感谢太阳怎么感谢呢？我教各位以后，各位一定要每天早上看到太阳，叫拍10下。日本人是2下，不然你要拿着香拜吗？缅甸人看到太阳一定会拍10下，就对太阳的尊敬。然后呢，你就会发财，这样。所以讲到发财，你就会拍了。中国人要以有所得故，哦，会发财。用力了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太阳，万事万物不能生长。这个世间，大家一定要死。太阳有这个热能，所以万事万物会成长，对不对？特别以前种田的，一定要感谢太阳公。所以佛教里面，虽然我们拜佛，但是要感谢一切护法神。千万你不要说我是佛教徒，所以我就不拜土地公。哇，你这样太傲慢了。土地公呢？你没有土地，你怎么赚钱呢？所以过去我们是拜拜土地，现在是什么？感恩土地公，土地公是财神呢，要不要发财啊？所以要拜土地啊。初一十五那个拜拜，感谢土地公，家里也没有人跌倒，做生意发财。厨房啊拜什么火神，我们叫灶公，对不对？灶公，这个就是最好的传统。所以马来西亚的华人叫家宅五神，家宅五神就是土地公、水神、火神、门神，还有整户的户神，感谢他照顾。家宅五神，我们叫护法神，啊，护法神，这些我们依然感恩。所以来，大家把水拿起来，请打开，然后用这个水呢，来上供下施，把这个功德。回向整个加拿大，整个世界，跟我念：水有八德，啊，就变成八功德水了。供养十方佛，消除恶业，六道清凉，恶鬼升天，水产离苦，众生消业，人类得福。然后你就滴几滴出去来，嗡。啊吽，嗡
哄啊，这样慈不慈悲啊？还不能喝哦，你要观想照序法师坐这边哦，师父先喝，然后师父加持过了，再喝下去，谁在喝？不是你哦，体内众生喝，你不喝他跟你抗议啊。所以喝个水叫符合菩提心、大悲心、尊敬师父、空性，要这样。喝水是个修行，好，大家喝甘露水，好不好喝啊？不要全部喝完，这边没有，没有关系。这个等一下晚一点出去，麻烦各位至少留一半，从这边一直到你家，窗户打开，洒几滴，好不好？哎呀，那些咽口鬼啊，佛经说到了傍晚，那些吐火的就跑出来了，因为太阳太大，然后你给他洒几滴出去，他们跪在那边给你磕头啊，你再给他念阿弥陀佛，他就超度了，简不简单？嗡啊吽，阿弥陀佛，这样，所以嗡就是毗卢遮那佛清净的加持，水变清净啊，阿弥陀佛无量的加持，一滴变无量滴。哄不动如来，阿处如来的加持化为甘露，甘露，或是他要得到什么变成什么，所以这三个字很重要。来，嗡啊哄，放焰口叫按呀哄，是吧？按嗡都可以了，念阿弥陀佛、念阿弥陀佛都可以，只要你有念就好了。但是嗡啊哄就代表，嗡啊哄也代表什么？就是诸佛菩萨身体清净的加持，就是说你念嗡啊哄。他就诸佛菩萨的身体、口跟意、身口意圆满的加持，叫嗡啊吽。这个嗡啊吽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。有一个国王在佛陀的时代，他还没有做国王的时候是个王子，王子就放荡一点，每天去玩啊、打架啊，喜欢去战争啊，看到美女就给他抓来强奸啊，因为他是个王子嘛。后来他父亲往生了。他终于有机会见到出家人，因为出家人帮他们助念，他了解佛法了。哎呀，完蛋了！我以前做王子，我杀了人，强奸别的女人，但是现在爸爸往生了，我要负责这个国家，那我怎么修行呢？我也不能出家，我做了这么多坏事。他就去找佛陀了。佛陀给他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只要去拿一条念珠啊，每天念嗡啊吽。”嗡就代表你以前身体有杀人、强奸这个不好的，把它消除掉；啊代表你的嘴巴骗人、骂人的不好，把它净化掉；哄代表你的心呢，不好的得到佛的心的加持，叫嗡啊哄所以你得到的这个身口意消除业障。那他说，你只要经常这样念，你的业障就会不见了。那要走之前，佛陀又说：“哎呀，国王啊。”拜托你在一件事情，你念嗡啊吽，不要光想到你自己啊，因为你的老百姓那么多，你的官员都在你身边，你看到他们就嗡啊吽，希望他们身口意的不好的也消除掉。就像各位念阿弥陀佛，你要念阿弥陀佛，你要观想阿弥陀佛就加持对方嗡啊吽一样，阿弥陀佛让对方的身口意业障消除，阿弥陀佛让对方将来外表像阿弥陀佛一样，那这个叫。自利又利他哦，这个国王一听好高兴啊！哦，我原来不用出家，我只要每天这样嗡啊吽就 OK 了。重点是他相信，再来他有悲心。后来这个国王直接升天了，所以我想各位，佛法没有深跟浅之分呢，佛法只有一个，你有正确的知见，那你有一个悲心，就像各位供个花，不要光想自己啊。当愿众生哦，相好庄严，居家如花园，体悟无常，花卉无常，常行慈悲，